因为和张力昂搭档演出偶像剧《1989一念间》，从荧幕情侣晋升为真的情人。现年27岁的女星邵雨薇近日接受杂志专访，聊起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。她强调自己就算当艺人，也不会放弃谈恋爱的权利。外形甜美俏皮的邵雨薇提到，自己虽然曾经在电玩代言中扮演萌系教主，然而私底下的她其实并不那么甜美。她透露自己衣柜里只有黑白两个色系的衣服，而且还有点社交恐惧症。在台北生活了6年，但会约出去的朋友却只有5根手指头而已。不过随着演的戏超过10部，邵雨薇也逐渐从冷漠的个性变成会开玩笑的人。面对不少朋友对她说，你这2年蛮红的耶，邵雨薇只觉得自己就是个平凡女孩。她表示自己仍过着一般人的生活，也强调自己就算当艺人也不会放弃谈恋爱的权利，因为她认为与其当一个取悦媒体和粉丝的艺人，她更想专注当一名女演员。